哎，你今天怎么会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打电话让你来吗？哎，好像不想欺负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我刚特别来，今天特别在外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很开心，就是大武生综艺店在台湾上映。对，因为有知道蛮多人想在电影院里面看，对不对？对。安吉，我刚刚介绍怎么样？差不多。